谁说女生都很胆小？这是我朋友扮演的怪物，我乐让他隐藏在我们周围，然后突然出现吓担保一下，担保看见后啊，肯定会被吓得吱哇乱叫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再突然上演一波英雄救美，哈哈哈，简直完美。我们首先呢把时间调成晚上，然后啊再把和瑞姆聊天的担保喊过来。担保啊，你先去砍点木头去。好嘞。果然啊，女生的胆子都是很小的。正当我准备安慰担保几句的时候，隐隐约约我好像听她在说什么，然后把声音放大一点。奶奶的，居然敢吓我，不过是给她嘎了啊。哎，担保担保，你干嘛？我去，完蛋完蛋，兄弟们，爆破鬼才担保上线了，这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呀，我去，这受不住了。好兄弟，一路走好吧。辉哥，看我嘎了他，嘿嘿，发射。奶奶的，居然敢吓我！